磨黑牛皮，我又来找刺激了。这个磨黑牛皮指定有点说头，让人吃了欲罢不能啊！不吃还想，一吃嗷嗷辣的。给它倒出来。这款磨黑的就是菜根比较多，来一块。我吃的是微辣的，微辣的都特别辣了。嗯，这人口味比较重，能吃辣的拍，就是吃不了辣的千万别拍这个，就微辣的非常辣。嗯，这款它就是酱料比较多。这有股神奇的力量，吃了会上瘾。看这酱料多多，有那种梗梗啾啾的口感，还有那种沙沙的口感。要是拿回锅吃不了，放冰箱冻上，冷冻保存。这个就梗梗啾啾的，下根。嗯，这个就沙沙的口感啊。